大家好久不见，欢迎来到你最喜爱的 Figuros 歌曲大赏2024，这里是 Jill， 这里是 Gino。今晚我们将和几位嘉宾一起揭晓本次大赏的投票结果。本次投票有74187人参与，收到了共计519309张有效选票。感谢来自各个角落的你们参与了此次投票。在过去的2023年登场的43首歌曲中，他们究竟会获得怎样的排名呢？让我们揭晓投票结果吧。第20名是来自 Iris 的 Journey With You， 普通票8478票，真爱票2926票，总计14330票。第19名是来自 Atcliffe 创作的 The Chariot Revival， 普通票9158，障碍票2740，总计14638票。第18名是来自 Pika 和 MRU 的神话。普通票8909票，真爱票3303票，总计15515票。第17名是来自 AMY 以及 CrayXE 创作的 Retribution。普通票10726，障碍票3671，总计18068票。第16名是来自 Plastic Dance Floor 创作的 Technopolis 2085，普通票9908票，真爱票4099票，总计18106票。15名是来自 Yao 创作的 Sacred Illumination， 普通票10506，障碍票4119，总计18798票。第14名是来自 Synthetic 创作的 Diamond Eyes， 普通票10305票，真爱票4352票，总计19009票。第13名是来自 Citrus 创作的零号车辆，普通票11511，障碍票3887，总计19325票。
第十二名是来自 Hinki 和 A Himitsu 创作的 Realms， 普通票11229票，真爱票4899票，总计21027票。第十一名是来自光吉武雄信 vs 穴山大輔 vs 海 vs 水野健治 vs 大國香の创作的祈り我ら心祖と共に歩む道なり，普通票12105，真爱票4524，总计21153票。接下来让我们和特邀评论者继续揭晓前十名的投票结果吧。第十名是来自 A39 创作的 CR 桑卡，普通票11431票，真爱票5152票，总计21735票。下面是来自歌曲作者 A39 的特邀评论。在2023圣诞，扮作驯鹿的 Gino 牵着圣诞老人揪的手向大家送出的礼物，大家收到了吗？希望无论身处世界何处的朋友们都能因受到我们的祝福而感到更加幸福快乐。 PS， 多喝热水能有效提升幸福感哦。第九名是来自 Camellia 的 Terabyte Connection， 普通票13593票，真爱票4949票，总计23491票。下面是来自 C 暴君的特邀评论，取名把加号改成 T， 就是 Terabyte Connection， 翻译过来就是太字节连接。懂了，这是 DDoS。Up next, we have Inferno City from Ponchi feat. Haji, coming in at 8th place with 13,247 normal votes and 5,159 favorite votes.
with yours truly, Aaron, as your special commentator. I'm coming to today's news flash, person struck by train station. A teenage girl's body has been found on the train tracks of station. Witnesses reported that she jumped in front of the passing train, and all train operations will cease until further notice. Mind your words. Well, it's not like you're gonna listen to me anyways, so why bother, am I right?第七名是来自 R Forest 的 Inverted World， 普通票13223票，真爱票5888票，总计24999票。豆瓣评论来自我阿爽，梦入仙境，似幻如灵，而前却豁然开朗。水河淡淡，芳草萋萋，出世之病无异同，生灵倒悬，却无危急，而疾病依然自得。如梦初醒，蓦然一知，乃叹之曰玄界也。第六名是来自 Corona Pochi with 立秋创作的 Papi Pupi Pupi Pa， 普通票16206，真爱票6535，总计29276票。接下来是来自我 Sulfur 的特邀评论。这首令人难忘的曲目，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在魔法世界中环游之感呢？图面中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设计，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 Corona Pochi 与立秋两位老师传达给大家的欢乐。在梦境中与大家最爱的老手老鼠 Pochi Corona 一起不断跳跃吧。正如歌词中所说，悲伤之时，艰辛之时，也请记住明天会更加美好。想牵着手一起迈向欢乐的未来吗？那就与我们一起在弹幕里，在现实中念出魔法之语 Papi Pupi Pupi Pa。第五名是来自 Tsuyu 创作的 Teletoli Battle，
普通票17769，真爱票7876，总计33521票。接下来是来自我的特邀评论，这是 Tunism 精选集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李一清新干净的声音伴随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在不知不觉之中就灌入耳内，刻在脑中。不知道各位在 Figros 游玩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受到来自 Tunism 的魅力了吗？非常感谢大家对 Figros 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各位对 Figros 的喜爱，这件事不会发生。最后，如果感兴趣的话，还请移步至 Tunism 阅览一下关于这首歌的相关原创角色那一的故事吧。由 Camellia 创作的 Satellite， 普通票17020票，真爱票8515票，总计34050票。接下来由 DM 为大家带来特邀评论。山茶花精选集以歌曲 Satellite 为核心，讲述了女孩向人造卫星许愿的故事。故事中的吉星卫是机甲，是卫星，更是文明的象征。人们从吉星卫中获得希望，亦因吉星卫而绝望。10000年前，地球先遣队发现了克米利亚星，但他们还发现了一种名为山茶花素的物质，如幕布般遮蔽了天空，也阻断了先遣队和地球的联系，故而能够收集大气中山茶花素的吉星卫成为了人们唯一的信仰。现今重新和宇宙连接起来的前夕，信仰链接的社会终究将分崩离析。叛逆的流浪人就如此祈愿着，祈祷破局之人的出现，祈祷人类能再次为正义而活，而这便是吉星卫的落幕，也是故事的开始。是来自 Michelle Fomiki 以及初云 Cloudy 创作的 Luminescence， 普通票18746，真爱票8452，总计35650票。特邀评论来自初云 Cloudy， 非常感激大家对 Luminescence 的喜爱，这对我们来说属实是梦幻的意外之喜。在最初为之起名的时候，考虑了全曲的旋律色彩，虽然是以冷色调为主，但是仍然有令人感到希望的氛围，所以选择了光的意象。而第八章剧情更是为这首曲子赋予了故事性，烟花作为剧情和曲目的交汇点，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震撼的谱面与动画浑然一体的剧情体验。感谢大家的认可，也希望歌谣越做越好。
第二名是来自 Normalizer vs. Broken Nurse 创作的 Destruction 321，普通票21082，真爱票10547，总计42176票。接下来是来自本人 Normalizer aka Broken Nurse 的特邀评论，系统已崩溃，正在启动完全毁灭程序。大家好，我是 Supa， 也是 Normalizer 和 Broken Nerds。 Destruction 321能在 Figuros 玩家社群内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本人不胜感激。虽然这首曲子是一个拖了至少3年之久的脑洞，并且基本上属于是我在各种学业以及生活的压力之下写出来的发疯产物，但一来与 Figuros 第八章的毁灭一侧主题不谋而合，二来也成功的把我的一些小想法和小心思付诸实践，也算是一次非常开心的创作了，而且也能感受到各位玩家们对这首歌的热情，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也希望各位今后能够继续支持 Figuros。由 Sakuzo 创作的 Distorted Fate， 普通票29523票，真爱票15549票，总计60621票。下面是 Deathmark 带来的特邀评论，衷心感谢参与到领域潮汐中的 staff、 解谜者以及屏幕前的你们，这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豪赌，一场超越个体视角让故事传递到每个角落，不定潮汐汇聚于海岸的烟火，一个只有亲历才能回答的问题。整个第八章的设计从向 Sakuzo 先生发信起便贯穿了在轮回中寻找真正出路这一主题。轮回并非回到曾经的时间点扭转乾坤，而是重来一次看人们会如何选择。我们会在意义丧失的末日中抬头观看那场绚烂的烟火吗？会在绝望的毁灭中相信未来仍在前方吗？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 Figuros 的最终回答将在不远的未来给出。